欢迎大家回来咱住一家里的厝哦。两个拜个神啊！里长亲切招呼整队0823水患受灾乡亲，欢喜参加慈济志工在家里园区举办的岁末祝福。庄严的典礼中，难忘慈济给的温暖。823我们最近都没办法外出啊，粮食的都断去啊，所以住者会当我们一个温饱。我这次我带我们。啊！里面来感恩灾难的时候，咱慈济人行伫第一步，然后就是手心向下。啊，咱嘛希望真侪乡亲，因会当去体会这个手心向下的这个意义。虔诚领受福惠红包，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福气。水患乡亲也学会手心向下。做这个印尼的啊，实际因。虽然我无去按目光来讲，不过我拢知道，啊，家家咪当帮忙啦。给我们抽空出来吼，我拢足感动的。希望咱伫社区吼，能够去多亲近啊，多跟连。天在无情，人间有爱，乡亲合掌，虔诚祈祷，善念汇聚，爱在心里滋长，化作祥和的力量。大爱新闻派郑瑞平台南报道。